我还是要提醒你，请守住本分。来了。来了。进。来。随便坐。喝点什么吗？不用麻烦了。喝果汁吧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走。好。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之前你替我付的装修费。当然，这只是一部分，剩下的我会慢慢还给你。都知道了。装修公司那边我已经问过了，总之，我想谢谢你。这钱请你收下。方秘书，其实，之前对于你的好意，我是有些不知所措的。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。我不能再接受你的好意。以后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，不用再麻烦你了。是发生什么了吗？没发生什么，就是该守本分。我们都应该守本分。方秘书，其实……明天公司见。能聊聊吗？可以吗？放开！你放开我！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，天心？我知道你。喂！你放开我！干什么？碰他干什么？谁让你碰他？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别打了！没认识。天心，你打扰到我跟天心了，知道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